接着来，我谢雨石，湖南长沙人，入校前系湘雅医学院三年级预科生。坐。哟，大夫，弃医从军啊？哼，能治病吗？比一般人略通一点。行了，将来咱们负伤啊，不用愁了，有人救护。接着来，我杨立清。 入学前游手好闲，救救不疼，外婆不爱，狗都嫌。完了，坐。杨立清同学还是有长处的，测绘出身，了不得。接着来，我吴荣，东吴中郎的吴，其乐融融的融。说来惭愧。 我原是来替我们东家大少爷代考黄埔的，结果我录取了，他落榜了。坐这儿。家少爷真厉害，黄埔还能代考的？没错啊，我们家欠了东家的银子，这次来广州实在是为了还债。本来是想做媒人的，结果自己成了新娘子，我能做在这儿，实在是阴差阳错。吴荣同学系陕西师范生。 家庭贫困，至于他刚刚讲的情况，就到此为止，不要外传，与本班名誉不利。接着来，我穆振芳，入校前武昌铁路工人，粗通文墨，擅长搬刀叉。这就是我的一点长处。坐下。搬刀斧可了不得，决定走哪条道？ 你跟中山先生同行嘞，我也做过自我介绍。我范希亮，被指定为六班班长。其实我不想做官，我来黄埔本意是求学来的。别不信，本人入校前系老桂军15旅旅长。哟，旅长。 那还不得少将吗？没什么，广州的旅长多如牛毛，兵无食额，枪无食数，队伍零落，系统紊乱。我那个旅，官比兵多，兵比枪多，枪比子弹多，完全就是个草台旅。所以我来黄埔，是来求带兵打仗的真学问。不得了，自降身价，甘做普通学员啊？嘿，你别说。 咱们柳班还真是藏龙卧虎，什么样的鸟都有。应该这么说，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。门，陆科第6班，口令声软，绵无力。怎么，是没吃饱饭呢？ 安全是娘们儿，看着我，李三明，你看我，小子，你在藐视我？啊？你的神情告诉我，你不服气是不是？啊？你完全没有听懂我刚刚说的话。 不是我没有。谁让你说话了？啊！六班长，到。下操后，关他一小时禁闭。是。什么？全场？没有啊。那就2个小时，2小时禁闭。是。黄埔军官生。 毕业以后面对的不是你们这帮鸟人，而是成千上万的队伍。你们现在就给我准备好了，懂吗？不要以为它是一句简单的口令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大点声！记住了。
你们说这个区队长，别的班不整，咱整咱们六班呢。还不是你这医科生啊，嗓子眼细，连一个面条都塞不进。你老穆倒是嗓子粗，就是不搭调。你才不搭调呢，天生的公鸭嗓子。你放屁！怎么听啊？都想叫春。你放屁！你放屁！放屁！你放屁！行了行了，都这样了还有什么闹？要我说啊，别的班的班长只是班长，只有咱们六班的班长是旅长，出头的团子，不整你整谁啊？关丽清的禁闭也是杀鸡给猴看。起步走，一个，杀死，一个，起步走。李晴，起步，吃饭吧。走，这事不能全怪你。先起步走。凡事都有技巧，口令这东西，你眼前得有对象。先起步走。想象自己就是军团长，面前全是你的军团，怎么喊就都有了，懂吗？走。先起步走。既然当兵，就得学会服从和忍受不公。小川，哼，向前一步走。对不起，请，请。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，出去！放开！我找你们堂主！出去！放开我！滚！爸，我出去看看。枪到没有？就一军官证，看看他是谁。妈的，蒋校长的人，黄埔参谋。哎呦，唐地人，快把他扶起来。哎呀，还真是丽人。周哥，你认识他？我们是生死弟兄，你们去吧。周哥，哎呀，看看，还真是丽人。我说怎么到了广州就没你的消息了？原来是去了黄埔啊！都是些什么人？流氓地痞，都是一些下大力的。这粗活像你这样的书生干得了吗？我听说你在这边，想来会会你呗。堂主啊，正想要找一个黄埔的人呢，你倒送上门来了啊！走吧。我觉着这屋里的人有点不对劲。啊？怎么不对劲儿啊？有股子杀气。别瞎说。我干过杀手，我知道。我那把左轮手枪里装满六发子弹后，就是这么股劲儿。即使在人堆里坐着，也觉着特孤单。你当都像你呀、啊，一介书生。当时选定你就是个极大的错误，矮桩子绊倒人，你懂吗？你看那几个不起眼的，那都是从澳门请来的
真正顽强。都是些什么人啊？粤军第四军的人，梁鸿侃的人。别打听那么清楚了，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啊。哎，你和楚才还有联系吗？哎，别提了，人家攀上了校长的高枝，比以往生分多了。要我说你呀，你还是自视清高。你人呐，听我一句劝，该放下身段就得放下身段。那黄埔那地方谁的天下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我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真正属于不要钱不要命的人。哎，我明白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还是没有跟对人。你带六班马上去火车站的仓库，一批上海定制的军服到了，帮着搬运入库。是。向谁报道？院务部杨参谋。是。哪个杨参谋？你闭嘴。是。黄埔军校院务部参谋杨立仁奉命接收被俘装具。立仁，怎么会是你？怎么就不能是我呢？行，这些是士兵的胶靴，还有那些是军官用的武装皮带，都是最好的皮革。最后面那些是校级军官的毛料冬装，英国的面料。笑什么笑？上海的裁缝是一等一的好，广州这边根本做不了。好了，别跟我说，说了我也记住。一、二、立定，向左转，向右看去，向前看。班班长，到，让你的人穿戴起来，看看背装效果。是，执行命令。哎哎，怎么样？
戴着，李青，苏来点，这不像虎吗？这是，不错，你得假装和咱们的弟弟不认识，他生怕让他的伙伴看到他可能会受到照顾。你看，你像苏联厨师，苏联厨师是不行。苏联厨师是不行。我说上海海关为什么要查扣这些伪装？那完完全全的是苏国胡军制式，彻底的被赤化。你不要妄加评论。 我告诉你，每一个款式都是蒋校长亲自定夺的。我看看啊，我像不像？范道长，小门拉直了。你像苏联吗？苏联难道领事？怎么让上海发现的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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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李华，你们女人搭车同伴会更方便一点。甭管哪挡哪派，什么人能挡得住女人的微笑？这是你做哥哥应该说的话吗？自己的妹妹我还不了解。哎，马总，抓紧装卸，今晚务必返回校内。是。大家动作快点。快快快！来来，怎么样？好。李青。李青。 李青，叫我名字，快点，快点，慢点吃，看你这副吃相，都去官升了，李青。黄渤吃相就这样训练出来的。 是不是你们平时的伙食特别不好？5只鸡蛋，做这么大一桶汤，如何舀出蛋花来，下勺子是最大的学问。教教你啊。是谁帮你请的假呀？还能是谁啊？屈恩啊。他是共产党，我们区队长能听他的。董建昌，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肯定是老董。 老董发了话了，哼，都叫上老董了，那叫什么？叫姐夫啊！你乱扯什么呀你！姐，老董挺好的，说话挺直爽的。嗯，是，笼络人心是他的长项。我觉得瞿教官更纯粹一点，他就是我们黄埔军官生心中的偶像，才华横溢。 很有魅力，哼，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法比。你看嘛，还不是吗？你要是对屈恩没有好感，你怎么会把我介绍给屈恩呢？你怎么没把我介绍给董建昌呢？因为董建昌是他自己舔着脸非得帮我，我可没找他。哎，我都成你和老董之间的调情工具了。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端起碗吃肉，放起筷子就骂人。所以啊，姐，你得跟我交个实底儿啊。这两个人，你到底更倾心于谁，我也好有个分寸，是吧？哎，你觉得他们两个谁更好些啊？嗯，他们俩谁更好一些啊？<笑> 这不好说，一个搞政治的，一个耍枪杆子的，一个激情理想，一个江湖之道，不好说。你说呀，姐。说实话，我没想好。<笑>你骗谁呢？你笑什么笑？你瞒着谁？你瞒得了我？董建成，屈恩喜欢谁？ 还没想好，我告诉告诉你，屈恩，屈家一家三口把我当自己家人似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拿我当傻子？屈妈妈，屈霞一直在撮合你们俩之间的事儿呢。是啊，我是很喜欢这个红色家庭。
暗示，仅仅是喜欢而已。记住了吗？还有，你别再沾董建昌的光了。我已经决定从他这里搬出去了。谁捅到王主席那儿的？苏俄顾问团。那些苏俄人都怎么个指控法？贪污？那倒不是，苏俄人不满意蒋校长任意送钱给自己的部下，指责黄埔财务混乱。那些苏俄人懂什么？钱这玩意儿，挣起来不容易，花起来也不易，花钱也要有本事的。项羽倒是很抠门，结果让刘邦做了天下。要我看，刘邦就是钱撒得好。杨小姐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又麻烦你们妇女部打印了。这事儿我处理，我去跟蒋校长说。是。来来来，请请请，里边请。这次应该格式不会弄错了吧？啊啊！你还真会演戏呀！哎呀，让我抱抱。哎呀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给你道歉了好吗？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你别碰我！我知道我这个人很虚伪，我很虚伪。到此为止吧。分开这段时间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我不想再束缚你了。你这么大的一个官，不要因为我变得一点尊严都没了。我不想再这么下去了。这是实话吗？难道你去了趟上海就要跟我说这个？没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就是因为分开了这段时间，让我有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。就这样吧，我们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。看见我给你寄的东西了吗？咱们党部怎么会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呢？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廖夫人要去慰问杀妻残负伤的妇女，让我们一块儿去医院呢。快点吧，夫人就在楼下呢。不知道四班打得怎么样？听这声音就不怎么样，至少有五发拖把。又吹牛，就你这耳朵还听声音呢？你信不信我头一回放枪就打着人了？哎，你就吹吧。行了，都给我记住，上去以后以实弹动作进入射击位置，不要拖泥带水，照我事先交代好的那么打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可是条令规定，靶场就是战场，条令也得服从战场。刘排长，到，把你的人带过来。是，全体起立。就你们六班显摆是吧？
老子口令还没下，你们就出路完了。幸亏是打靶，要是真在战场上，你们以为敌人都是活马子吗？傻呀！快去啊！走，带回去。是，立正。小友专，跑步走。耶耶。筷子，饭盆高高举过头顶，到。班长，有。你们班学员都未能在条令的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就餐呢。回长官，都怪我督促不力。也是这段时间大家体力消耗太大。不要想理由，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条令？军校颁布的437项条令是什么？是王法，每一条都得做到了，身体力行。明白，长官。我看这样吧，你们六班推举一个人出来，为全队标范。他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条令。是。你，杨立新，站起来。到，长官。你来做这个，你来做这个肉条令。是，长官。一个星期之内，我会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场合对你实行检查击肉。从现在开始。你就是条令，肉条令。明白，长官。大点声。明白，长官。执行吧。怎么样，感觉？立青，立青，怎么样？还正好呢。立青，是不是以后你在门口跪着，看着就行了？摸摸摸！哎呀，你瞎摸什么呀你？哎，还是抹牛肉好看。哎，这帽子好。啊，就你帽子。你看，这立青平时饭量比我们大，这脑门上的饭量比我们还大。别碰我！玉石。哎，毛巾，给。我他妈找找感觉。起来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我现在不是我了，是吧？我现在是条令了。是他妈的肉条令，是不是班长？是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每迈出去一步，都是条令上规定的75公分，是不是班长？看上去应该是这样，是不是班长？是的。不走。
好，不多不少，正好75公分。哎，班长，那个沥青要是拉屎呢，那也要符合条令吧？当然得符合条令。一，不得随地大小便。第二，如果在课上，必须请假。那要是不准呢？憋着。范，这一星期的肉条令当下来，快憋死我了。你小子行嘞，熬过来了。咱们黄埔是新型军校，可区队长沿用的还是旧军阀那一套。要都这样，我还不如回家跟我爹学了。丽青，别计较，区队长他人不坏。咱班多亏有你了，老范。有你在这戳着，别的班同学羡慕死了。立定，向左转。七步五走。别这么讲，黄埔的兵员素质好，一个个人精似的，给点亮就发光。可是我觉得时间太短了，才7个月，学得完吗？黄埔用的是速成法，头一个月就让你放枪，熟练瞄准、射击、装退子弹、用刺刀，这在旧军队里不能想象。苏联顾问们把在十月革命时期武装工人的那一套换到黄埔来了，好处是明天有事拉出去就能打。哎，老范，你是做旅长的，原来是不是这套东西对你来说特别方便？不，听说启发的。立定，向左转，七步走。我爹跟我说，在古代战争中，培养一名马上弓弩手需要3年的时间。那可是力气活，又需要高度技巧。你得在飞奔的马上把箭射到150米以外去，还得要有准确的杀伤力，很难的。可现在使用的是步枪啊，标准化大量生产，使用也简单，对参战人员不再需要那么专业的要求了。所以啊，战争到了今天，取胜之道就变得明了了。谁能争取到最广大的民众，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听起来是真的有道理。至于动员民众的能力，共产党实在是要优于国民党，这方面人家共产党是大师，国民党是学生，这很重要吗？班长，决定最后的胜负，你说重要不重要？所以才有今天国共两党合作的黄埔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向共产党学习。起立，坐下。今天我要讲授是作战期间革命军对民众实行的宣传和动员。大家知道，革命战争其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武装的人民革命，推翻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。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战争的方式。革命军区别于任何反动军阀的部队，就在于他每一项的军事目标都符合于最广大的民众利益。也因此，未来的革命战争绝不是也不应该是单纯的军事行动，它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民众运动。也因此，宣传民众、动员民众，是我们每一名黄埔军官生在未来战斗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。
今天的科目，我不想弄成我个人的演讲，而是要让大家都上来演讲。你们可以三人一组，一个人担任演讲，另一个人担任会议主持，剩下来的那个可以练习会议的记录，然后再相互轮换。李队，总之，你们就当自己从周世龙的言谈话语中，我能感觉到，他们就要动手了。从澳门请来的职业杀手已经到位。针对谁？他没说。他让你进一步接近我。是的，他想让我通过你能了解校长的一举一动。吴汉民是在找死呢。他们真的要对校长下手？问题复杂就复杂在这里。他胡汉民的政敌不止校长一个人，细数起来，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廖仲恺。廖仲恺，汪精卫也算一个。可论能力声望，廖都在汪之上。整个国民政府的钱袋子都缠在廖的腰上，廖实际上总揽政府事务。更何况，廖是党内最为亲共的左派，理论上就是胡汉民的死敌。我好像明白一点了，果然是在争头一把交易。你刚刚说粤军第四军的人也和他们搅到了一起，我偶然撞上的，他们在和胡汉民的弟弟开会。这个细节太重要了，对于校长来说，徐崇智的威胁远比胡汉民要大，毕竟整个粤军都掌握在他徐老总的手上。那如果胡汉民和徐崇智的粤军联起手来，所以李仁，你现在明白校长为什么要把根本立足于黄埔之上了吧？没有一支值得信赖的不世之军，你能做什么？什么也做不了。同胞们，我们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军队来了。好，好，请大家记住我们的装束，一点没错。正如大家所看到的，我们的军服整齐，请大家一定认清楚。哎，我说杨立兴同学，你这是做政治演说呢，怎么扯上装束了？这个问题提得好。同胞们，我们黄埔的军服是独一无二，你们一定要把我们和旧的军长给区别开来。军服是什么？军服也是一种武器，你们就记住，我们不仅在外在和旧的军阀部队不同，我们的宗旨跟他们也截然不同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请问，我们的宗旨是什么？我们的宗旨是保护人民的，绝不和反动军阀一样抽军收税，也不和其他的军队一样骚扰人民。我们是打军阀、除奸贼、光明正大的军队，我们是保人民、安地方、公正和平的军队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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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混蛋也变得人五人六了。黄埔的特色，共产党员的教官教政治。我看了一下一二三期学员名单，共产党学员占了很大部分。是啊，一西两雄，奇斗炎炎。长此以往，校长能容忍？该忍时忍，不能气短；该狠时狠，不能手软。这是你的话还是校长的态度？这有区别吗？校长也难呐，苏俄人、共产党人、汪主席、廖公、许崇智，还有胡汉民，三头六方八面来风。所以立人呐，要学会借力打力。你要继续不动声色地与周世农周旋，
弄清他们行动的所有细节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惊动他们。明白了。为什么我们总是热泪轻狂？因为我们的